这你的孩子啊？好可爱啊。多大了？一岁多了。来，宝贝儿，挺亲的。哎呦，这么乖呢。嗯，可不嘛。哎呀，来抱抱。哎，他有点应声。哎呀，小孩都认声了。哎。哟，不能抱。哎呦，来抱抱，抱抱抱。哎呦，抱抱，没事儿啊。哎呦，哎，你都把他弄哭了。哎呦，没事儿，小孩都爱。妈呀，这还哭成这样了呢！哎，哎呦，这你姑娘啊？啊，这是我姑娘。啊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大姑娘，哎呦，哎呀，别认生，你看别认生啊！哎，别认生嘛！哎呦，给叔叔摸摸脸。哎呀，真可爱！哎呀，这身材挺好的姑娘。我现在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棉花糖了，现在还有彩。贼们，给老子趴远点儿！谢谢你啊，好巧哦。真是大白天碰到鬼嘞！哎，过马路嘛，就不要耍手机嘛，好危险哦。你去哪点？我送你。上回是我不对。饭费加精神损失费，5000块钱，一哈儿都转给你。哎呀，拉黑了。我家在那个祈福里小区，你晓得在哪里不？晓得，各种路线都。哦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来个心理测验。嗯。快问快答，我说什么你马上联想。好。好比我说老师。同学。聪明。笨蛋。美女。野兽。生日礼物。卡片。晚餐。泡面。电脑。A 片。死宅男，冒充什么富二代啊？哼！哎，问你啦，干嘛啦？会不会游泳？不会啦，怎样？哎，你比狗还不如啊！我家的狗还会游泳哎！那你是会游泳？超会的。那你跟狗有什么差别啊？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给我来一口。给我来一口，嗯，三，二，三，三，嗯。以后这种活就让我们男人来干啊！那什么，我不渴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开着一辆白色的 QQ。
当时我就在想，穿这么破也能开起车，那油价肯定得暴涨，我就买了中石油。这一笔我赚了3000万。第一次我们约会的时候，你从头到脚穿的全都是咖啡色，就因为这个啊，我买了500手咖啡期货，蹭蹭蹭蹭蹭，连续7个涨停板。你能感受到我心中那种纯纯的感动吗？不能。自从我们分手之后，我做一单赔一单，做2单赔3单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无声的电话，我知道肯定是你打过来的，然后我就买了中国移动的股票，又是连续7个涨停板，所以我早就认定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。